这个股推介是金沙中国1928经济日报投资计划组拣选，原因是内地居民旅游意欲高企，旅游相关行业复苏显著，豪赌股可以留意金沙中国。目前行业来自中长，收入占比超过75%，复苏进度理想。金沙中长收入市占率是行业首位，由去年的 23.5% 提升到今年首季的 27.6%， 预料可以受惠行业复苏形势。而金沙第二季经调整 EBITDA 是5.4亿美元，恢复到2019年嘅71%嘅，咁啊复苏进度优于行业水平，仅次于美高梅。全年睇金沙今年将会转亏，由亏转盈，赚9.8亿美元嘅。2024年升94%，去到19亿美元，恢复到2019年嘅94%。咁啊策略上啦，金沙股价寻日收喺29.15，可以喺大约28蚊吸纳，预料将会升穿下降轨，挑战前顶31.55，跌穿7月低位26.05才减持。